即马咱就讲到即个个62啊，62啊，咱即马头前61啊吼，而且本门搁念一个，佛处徛舍，菩萨有数大众，何为为数？若有菩萨，达无诸佛，令闻六波罗蜜，及其义解。这个义解就讲将内容解释好清楚，叫做义解，不是干那念念的多。啊，布施啦、持戒啦、忍辱啦、精进啦、禅定啦、智慧，安都念念的。但从这个布施好好分析好，大家了解。啊，甲善那个就持戒，是甚么原因来受忍辱行？啊，忍辱到甚么程度？哦，唔当讲啊，你我是个修行呢，啊。哦，你唔当我气到，互我未堪住，我就甲你推呢。哦，啊，若偏你个想出来，哦，爱做这义解，就讲将详细拢总真确确切切爱讲个详细。哦，啊，以无碍心是说法者，哦，那万离行心无害胎，恰恰是为菩萨四大种。啊，第一。顶一点钟已经若有菩萨达无诸佛讲完，第二就令闻六波罗蜜及其义解。啊，这个就照讲吼，那按照一句话啦吼，是应该要从整理出来资料，搁再讲一遍给恁听呢。合解是安尼，因为咱讲一句真正吼，唔是讲听经一遍两遍咱就知影。啊，不过我甲人讲过吼，这个当期迄个六波罗蜜，一定要搁重新看几遍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因都无个分析在啊。但是我嘛知影，这是几廿年前讲过啊，敢是几廿年前啊？啊，应该是爱个复习。啊嘛，有诶无听过啊，无听过举手一下。哦，安尼愈上十个有啦吼、哦，有听。搁考虑哈，今嘛搁再来第三。第三个讲啥呢？讲是无碍心是说了者，无碍心是说了者。比如讲，今仔日是地藏菩萨，啊，听到地藏菩萨，甲听到佛陀安尼，啊，这样这问题吼、哦，说了者，伊是个指佛甲菩萨安尼，啊，菩萨有地藏菩萨，啊，甲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已经开悟，证无上法忍嘛，即第二题已经发解，迄叫做。初地菩萨的欢喜地，吼、哦！啊，即嘛，即个是讲，即、这个佛甲菩萨，唔得讲，去讲六波罗蜜，互人听，安尼来甲讲啦，吼、哦！阿叔嘛讲过啊，讲过了，即嘛，即个是讲菩萨听闻大乘法语，安尼，大乘法语就讲即个菩提行安怎修安尼，这叫做大乘法语，另外嘛是六波罗蜜啦，吼、哦！好，那爱了解，咱今仔日对地前的这个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无相位安怎建立？啊，再来经过四加行、四行、四观，啊，甲证无上法忍。啊，这无上法忍是欢喜的。啊，再来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叫做法轮地。啊，然后起立了后，它叫做波处，也叫做顶岗，哦，啊，这两种叫做众生。啊，但这个起立开当达到这个妙岗，还是讲圆岗安尼？这法语一定爱拢清楚了解。啊，当然这个十地要做的功课哈，那对地藏菩萨十信、十位、十行、十回向位，这十行位就是这个六波罗蜜法，啊，佮回向众生。这个回向是回向的六受众生安尼，啊！这去年呢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这法义真深啊！真深，这个照讲哦，伫这个《华严经》有哪讲出来？啊，《人王佛国经》有哪讲出来？哦，啊，那《楞严经》也有讲，啊，搁在一本真讲袂出哦。我知影这四本拢有讲到十地，而且个菩萨应该行的，安怎样修行的安尼？因为经文有讲较详细，啊，楞严经
啊，甲华严经安尼，即拢有讲着，吼、哦，会记住咯。啊，即下要甲咱讲，即摆唔得咱，譬如讲咱地藏菩萨，真真正正有讲着大乘法语啊。安来讲，譬如讲恁有听着，师嘛甲恁讲过啊。即摆即句话就讲对说到这所讲的。比如讲，今仔书代替大夫说了嘛，唔是代天说了，是大夫说了咯。代天说了是说善法，大夫说了是说解脱法。这两个咱分得清楚。迄乱段拢有写一句，那伫迄个乱段下边口令，拢有写某一个人，啊来代天说了安尼，还是讲啥？讲善法安尼，有老的善法。啊！那今日大佛说的，就佛佛的法王处，佛地主的法王处，有菩萨水准的境界。安尼看来，大佛说了，安尼安都无讲。我说地藏菩萨这个十行为吼，伊就会当大佛说了，原来是讲了婆罗蜜安尼。安怎样吼？啊，这是主人来讲，听到结讲了婆罗蜜所讲的，一定要随顺这个了婆罗蜜法。落去修行安尼，唔通转意见，敢听有？都佛陀都安尼讲，啊！伫六波罗蜜经都安尼讲，啊！书搬出来甲恁讲，啊！即法义甲恁分析，分析互恁会当彻底了解，所以恁会记住，袂使有成见进。吼、哦！恁即马落去比较，今仔日一个无罗法师对一个会当讲六波罗蜜，讲到遐完整安尼。啊！甲音字遐宽，应该是无当听，吼、哦，无当听，所以袂使有假个，这种心内产生一种意念、意想，啊，就怀疑，会记住咯。啊，恁今仔日事讲互恁听，恁绝对莫对事有啥物成见啊！莫讲啊，人别人都讲西方，啊，现在咱事界要弘扬道术，道术有对恁较方便啊。啊，嘛较紧成佛啦！啊，怎样？这是熟悉的代志啊。两个时间的，两个空间有不一样的时间了，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恁个对书怀疑到恁家己因缘啊，听无？我那无管恁啊，哈！迄魔术的，恁特别听你书家己讲的，恁唔听就无道理了哈。袂少影响，那安尼一定爱随顺书意安尼。啊！那咱的地主伫讲堂的吼，应该大家拢有随顺思维，不过教过有哪有少数，袂当随顺思维，就讲今日建立一个地主宝殿，可能恁嘛其中有人怀疑，啊，这就创造一个历史，啊，恁地主宝殿起起来，对真正会当度足一个众生，互世界知影，讲台湾有哪个发挥，到处乐园，而且弥勒净土。哦，啊，就有经典的依据啊！啊，所以你卖讲啊，家己对事有一个家己的量力啦哈，量力啊，真心，这是真正爱安尼做，哈、哦！所以安尼开当如理，思维大乘法义，安尼开来成就大乘的这个思想，啊，叫做思所行为安尼，开稳定大乘法，不要搞怪了。啊，安听好无？啊，这第四，即马注意哦，即爱注意啊，这条话，这条这句爱注意，就讲弯拗弯离行，心无海胎。这菩萨亲近如来，听经闻法，啊，到有法思维。哦，因为一定爱闻书，才会当达到清净。啊，你若听听，真去听去，你放过。我跟你讲，明仔再刷了了，你敢要相信？所以等爱搁看，但是一定爱去深思，因为这个深思会当予咱心定，所以叫做禅定安尼。书甲恁解安尼无唔对，绝对无唔对。所以自古以来，这个禅宗的吼，参外头的思维，开悟是思维，因无去修定。因有法，所谓然后才入定安尼，安尼才开悟无生法印出来。
你心中是安尼，师父绝对无唔对，无骗人，也袂讲去产生错误。哦，啊，所以进来在讲目的是在安怎呢？是讲愿熬修学，愿履行。这愿熬修学，对愿履行，就讲无贪着世间。啊，你今仔个修学，你若个贪着世间，我甲你讲，这个、生命准休矣。生命休知影无？啊，你着看世间的儿女真重，找因阻碍。听无，事业较要紧。你一世人有那蒙蒙白白过一世人去，总是安尼啦吼。我即马甲大家讲，你今仔日对佛法的出世法用心，要减少人间的这个罪业嘛。啊，这人间的贪着，你着放掉，慢慢的放，这个叫做万里嘛。啊，你今仔告诉讲，儿女都大汉啊，都大家拢，吼。成家啊，立业啊！那我阿未成家是另外可以讲啦。啊，你搁在谈到迄个家庭，应该都无对。你家己想讲，所以即个是讲啥？你今仔日处处拢总，干那为迄个家庭想，为遐囝儿孙仔想，你是会当安怎？因为你也未当讲，因为因果生怎安怎，有你甲改变啊，敢未当？会当个人举手我看卖，我看恁外高。会当个呗，袂当啊！咱佛祖都袂当把众生改定业啊！咱凭啥物？阿你听好无？佛祖袂当三不灵的中间，就其中一条叫做袂当把众生改变定业呢？你敢知？定业要变，爱家己去参阿个会呢？哎呀，甚至唔知我帮我跟你写罪恶不作，必定见到无？有无？吼、哦，也是讲诸恶诸业不作，必然见到善业恶业，善业是一定要产生无恼，安尼才会当见到呢。这是达摩祖师对这初级人开始讲的，要见到会当，但是唔能够做恶业。啊，你今日关心诸路上济，我跟你讲哦，对个人来去讲，生命是种的达摩，我跟你讲真的。你就家己想咧，他妈一个菩萨，我问讲开无来，讲都存有代志，食老个偌济代志，代志让囡仔去管，让新妇去管，你要偌济代志？以前啊，你得去家己新妇买菜呢，还是得去骗孙啊？都一世人做老婆，袂使那种，啊、哦，处理那用功。啊，即嘛，即个工堂内底计工经，而即个拜日未使无来进。啊，无你干来要停到偌久？敢听有？大家听有无？师父安尼甲恁叮咛，搁叮咛。嗯，听有。啊，若真不得已也无你袂使，你当然都爱人一半阿妈，啊，小代志拢放掉去。啊。记得啦，拜托的啦，唔当好师傅，今生无成就，等下等去交代啦，唔当变连蛋等的哈。安听哈，世尊既然和我讲大乘法，我爱对世尊有一个交代。我这世人出世人间讲经几堂，我度偌济人，迄、那个搁建立菩提都有稳定，我总是爱对世尊交代。安听无？啊！你若讲比书较含慢，啊，搁那袂那慢，我今仔日哦，有一工吼，那是已经往生啊，我唔敢去见，唔敢去见世尊，就是恁害哦。我甲你讲真正，恁害师父的。搁第二点吼，甲弥勒菩萨发愿，我要度一百万人，回向到处往生，接引到处净土。啊，那无吼，我嘛是对弥勒佛嘛歹交代。啊！若讲对这个弥勒净土、人间净土，甲建立无好势，嘛是歹交代。啊，这嘛是爱大家圆满啦，啊，不是我个人的代志哈。所以恁来好好哈。所以这么这个什么叫做万里行，就是不受环境的苦迫啊。环境的人间法啦，人间的这个家庭，
敢听有？卖咧白死死啦！白吼是白死哦，真正白死死哦。白死死的分段生死啊，不是白的分段生死的。恁来考虑家己哈，爱注意。所以今仔日卖受苦吧，心灵解脱自在。讲我若要做这个菩萨工作，我真自在，都去做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对世间的这个起伏啦，吼、哦，就讲环境的这变化，我嘛未心动安尼。安敢听无？啊，囡仔出来还蛮冤家，冤家就做你冤家，你就去交管家还蛮冤家。你唔当讲，哎呦，什么人搞阮囝，拍到老血老滴，吼、哦，好来甲告，啊，无加大队来去含伊枪，靠药，安尼个修行哦，吼，啊，家己翁仔某那小可有一点仔无欢喜，啊，着冷战，啊，着口角，这嘛是无自在呢。有些人真浓情来啊，干唔是安尼？人讲。喙齿在咬着齿啊！那迄个翁仔某袂记袂记安尼两句啊大细声话，迄个我甲你讲无冤无家，袂必成结成夫妻。吼、哦，啊忍来啊！啊你唔通讲恁翁讲一句，你讲十句啊？较过你嘛着互推。有啊，有诶，女总是赤白白啊，无买牛为人，安都唔对啊。小看牛钱啊，该幸福。这个太太已经忍辱心有加修，就可见伊去听经闻法，有相当的程度提升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伊以后就袂跟你安尼恶白念。我那是有那用以德服人呐，安听无？我个人的修法的道德来降服其他人啊，唔是用以德服人咯、哦。好，你搁加上面，我就跟你推，我就加加饭食啦，加扫帚啦，加扫洗啦。安来得个做武夹片，哈、哦，不可以这样子。你只能哦，家庭有甚物叫你家己行好你的心嘛？安来可能无代志，啊，男众是一样啊，不是你众俩。人讲你某个修行，你得该阿教教哦。敢听无？未使真。夫妻作为修学的伴侣，伴侣知影吼，师兄师弟安尼，吼、哦，一定爱修安尼，哈、哦。所以真内底吼，未去互环境过，心未当解脱自在，不无烦恼，作烦恼，唔当卡袂着到这人啊烦恼，这人烦恼，啊这人啊迷，迄人啊迷，啊这人啊无明，迄人啊无明，凡夫俗子是安尼啦吼，烦无明啦，烦恼啦，迷惑啦。但是今仔日咱大家文化啦，遮济重啊，总是爱个人有改变，未使无改变，无改变就等于你白听。啊，白听书来心得这么多年，十几年就等于白来，哦，爱做这点吗？所以一定要真正远离，为处而修行安尼。啊，修行独善其身，行就是兼善天啦，叫做行善。哦，所以这内底来实现解脱自在，一心精进，啊，甲不害胎，不放荡。啊，卡会当灵性大劫受所成慧啊！大劫就菩萨劫，叫做大劫。啊，那世间的啥无生在南山呢？迄是个造罪劫、恶劫。所以我咧讲哦，得到关怀，无一个人的心灵无腐化。你敢要相信？有得到迄个关怀啦，无一个无心灵腐化。你敢要相信？有金钱？无一个无对路的，你即马看只企业家都知影，看只全世界总统都知影。啊，你来看，所以我咧讲哦，得到官位无一个无腐化，得到金钱无一个无对路的，吼、哦。所以较站在西洋那边的话啦。腐化甲对立，就是官位甲金钱。好个在，咱唔是好个人吼，咱知影吼，咱嘛未去争出海啦。即加上，进前迄个甘乃迪总统哦，加上有发表出来，嘿，今仔即甘乃迪若卖含人争出迄个
总统位可能无遐早死，即嘛差不多那七十几岁啊，因为迄是四十年前个代志嘛，伊三十六岁做总统嘛，啊，即伊去哦一个英国来一个人甲拍死，甲真差不多四十，当伊即嘛差不多七十几岁啊。因小弟啊，爱德华·甘乃迪，真正有出现老骨骨啊，啊，行路袂生惊。吼、哦，这我是有看到咧镜头。这个像那甘乃迪讲的对，哈、哦，这么来哈，咱这么都修精进，无分段，无放荡，灵性大乘，修所成慧，就是迄个大法者。然后，这么搁在大乘是有爱有无边的诸量哦。咱知影无？就福诸量无量，地诸量那无量，福诸量那无量，将来诸多众生受你所加，这叫做福诸量无量，地诸量无量，你较未去误导众生，诸多众生互你加，但是你无共悟道，好、哦，因为你是菩萨道，所以你有哪会鼓励你听你闻法的众生有哪行菩萨道安尼，好、哦。所以这个总立是伫建性文化思维甲修行，啊，这个来讲修行，啊，思维文化甲建佛啊，啊，那是建佛，吼、哦，当然文的法都是袂偏差，啊，搁在思维也袂偏差，修行也袂偏差呢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吼、个哦、是为菩萨，有数大众。出世代中等于声闻的数以流之，就是包括清净善友啊。啊，这个善友哈，我咧讲，即句善友是应该是清净善地上，唔是一般善友，唔是迄个功德会啦，啊，甲迄个什么诸善会啦，哈，啊，咱叫师兄师姐啊，迄个善友，迄个是互相淡漠，哈，迄是世间法互相淡漠。啊，这个树清净相，这个叫做显地相。这个有没有结束过？有没有？有哈。你等下再看一下。啊，什么叫做显地相？有十种的本事。啊，知影吼。但是这个清净相，你啊，搁在德文正法。啊，正法就大乘法啦。吼、哦，这里是大乘正法，它会当互咱成佛的呀。啊，了解吼，这叫做德文正法，但是如理思维哦。譬如讲，这个那是讲了哈，这个诸经都是发到最第一的。当然，大家，唔知要那个当家讲到个讲啥呢？我，啊，知影吼，即马说的是在高雄要讲啊。啊，恁那是有一天搁在伫法国的整个放出来，恁那里看啦。好，啊，这那无。那个继续讲法了，经哦，安尼多五个讲堂拢固足啦。啊，但这本讲了吼，我那讲大声互恁听。我正是准备啥物会？哎，啥物会啊？即马计准备迄本，迄本是较早伫台北讲堂讲过。啥物夫人？圣门经。即马大声，吼、哦。这就是波斯的王因某圣门夫人，安听无？佛陀为圣门夫人讲的，这拿大乘经，因为因翁吼波斯的王早期就已经这个五地菩萨啦，啊，佮再来出世印度中间，那会佮几多辈？我就想无，应该是摩萨是辈，不过以前啊佮几多辈？几多辈？即嘛佛陀。这个圣满夫人先来皈依，啊，就是当时伊嘛是地上菩萨，啊，皈依了，佮佮因带因翁来皈依安尼，啊，迄讲的内容哦，拢总大乘的法义，啊，啊，你来用讲哦，今生今世既然有这个法缘，这么固着，这么好，绝对爱用讲，用讲有咧对这大乘经书讲的这個，来注意就好，来听，啊，不断的分析。好、哦，啊，即嘛，即菩提心都稳定掉了，所以即个清净善友，啊，佮多闻正法，啊，佮在下当如理思维，啊，佮发随发念。譬如讲，咱今日听到甚物法，啊，即、这个法咧，当要叫咱安怎做？咱即嘛听是拢种菩萨道的法，啊，即你一定要对即个菩萨法来去修，即叫做
法随法行啊。哦，听到这个《般若经》，啊，《般若经》人佛陀就跟咱讲，什么叫做正确的菩萨，什么叫做上师菩萨，啊，你这么看分别好清楚。哦，啊，我那安尼做，有种个心理，安尼都不对啊。哦，啊，你都这个唔通做，啊，照迄个正常的这个法义上落去修安，啊，落去做安。哦，这叫做《般若经》是菩大乘菩萨法嘛。哦，这么下面这个。第二就是有可能修学中去遇到魔术安，好了，比如讲咱咧行菩萨，都来甲讲未来长期间了，会经过三大阿僧祇，会遇到魔术，啊，这个中间要安怎得着？好，比如讲佛处徛禅，菩萨有数法，令过魔术安。那么这个可为为数，尚不下离菩提之心。无主众生心无跨界，哈、哦，各自地见，心不清净，一切众生假相，是为菩萨说法，令过魔术。我再讲第二处的性，就讲修学菩萨正相。哈、哦，你今日修学菩萨正，才会当通过魔术。会记住咯。啊，即嘛，即个什么是魔术？当然，咱法义上有讲过四魔、五魔，吼、哦，譬如讲五蕴，啊个破损，啊个死魔，即拢有讲到，即拢魔术。不过重要，即五魔吼、哦，应该是即个什么上严重，就是五蕴魔上严重。你若无彻底去隔绝五蕴界空，我跟你讲，拢总通未过。所以讲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你若无通过五蕴皆空，你绝对拢总拗住。我在我个人个想是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这无论是外境个内心哦，因素自机向，自机向啊，会记住啦。因为外境个问题，互咱在众生未稳定，吼、哦，就是讲色声香味触法，啊，那无就是金钱管理。我你讲，若是去接触这人，无一个通会过，拢总对了，叫做向下。吼、哦，啊，若无内心妄想，这种种向下，还是执着，这种向下，爱注意哦，吼、哦，爱注意这，但是也引起自己向下，也是退后，安尼这种模式。像中学我开始讲，就是照见我应该讲，即句话上重点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会叫好，即句话吼叫做我无毛，上歹通达。你若通过了，就观自在菩萨啦。哦，叫好哈。即马佫再讲哦，本经为大乘法，所以凡有大乘法相反的，会记住咯。这可能会提示大乘，所以佛陀甲咱讲，莫去学大乘，也莫去赞叹，无学大乘，莫去赞叹小乘。嘛，卖去个修行，而这个修正去个清净安尼清法，哦，这都讲过啊。我说这内底，这个那是你可，你那是大乘法上位的，哈、哦，大乘法上位就是修行嘛，哈、哦，安那无得有劳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可能会对，哈、哦，凡有大乘法上位，可能提示大乘啊。啊，大乘我计听是较无味哦。我你讲个人天迄是听较有味，拢讲一寡啥物人得福报，还拢总讲下，啥物人安怎做得着福报？我计讲迄个含来讲无啥要紧。福报伫世间都内底较几年，哦，啥物人念佛念甲安怎样？迄无啥。啊不，因咧都干呐接毒灾，啊，什么人念佛念到也财产安怎，也事业安怎？哈，啊，若讲念佛为着财产，为着事业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叫做魔术，你知无？一心不乱，这是在西方净土内底重要一句话。哦，迄个是咱失之妄想，安尼还可以讲哦。但是念佛是心念受方诸佛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但是达摩祖师讲，唔免去念十方诸佛，念你个人的弥陀。这是达摩祖师特别较重要的是讲咱这个心。吼、哦，这是达摩祖师迄个叫啥？迄五性论来滴讲，重要你这个心地，因为是心是佛嘛。吼、哦，理心无别佛，禅宗的就这样讲。哦、啊，所以今仔日海南离开这个哦，人达摩祖宗迄个不是佛说的，迄、那个无啥要紧，哈、哦，知无？啊，所以即卖来咱学，啊，就这个机哈、哦，就入侵，啊，入侵或者入健康安尼，哈、哦。所以今仔日讲，就是退失大乘，就是大乘的魔术。啊，所以修学菩萨正行多。较会当胜过魔术，伊讲含大乘相反的叫做魔术，就是集小乘甲集人天的福报嘛，这两种叫做魔术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今来这有那用书法的说明来证明来说明，即嘛即个吼，第一就讲未使离开菩提心安尼，比如你今仔有四方誓愿入来啊，众生无边誓愿道。你就想讲我变啊来做完成这个工作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嘛，即个个烦恼无尽，习惯断，烦恼就未歇，啊，你未歇，就要用智来对待，哦，比如讲十二因起法的无明，就是烦恼，啊，烦恼你就做烦恼业嘛，啊，你即嘛就想讲我变啊来断除这烦恼，当然以智慧为标准啊呢，吼、哦，安知影无？啊，这未使离开菩提心，搁再来，你变哪会当度无量众生？啊，甲变哪断尽烦恼？当然是以法门无量誓愿行做基础安尼。安尼听有吼，这做基础，安尼你会当断烦恼，会当度无量众生，啊，你才会当成就无上菩提，吼、哦，叫做佛道无上誓愿行。安尼应该大家即法语应该拢记会掉发掉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来得较讲了，菩提心就是大乘道的亲因，大乘道是佛道，啊，但是一定爱发菩提心，即最接近的即因，就是四方誓愿，吼、哦！你一定爱建立大乘菩萨法起来，啊，所以来有就是菩萨，建立无安，建立无。健康，啊，顺序的去进修，安尼叫做菩萨。咱是已经有初发心的菩萨，这是对是初发心尔。啊，但是咱要真真正正成就地藏菩萨，还是地上菩萨，一定要好好用功。啊，但用功爱健康，我那是用功大乘的境界。哈、哦，其他要看唔看是无啥要紧。安怎吼？啊，所以拢菜煮在物件嘛。啊，菜煮在物件了，你若是会当讲不断的分析，安尼即个菩提心就稳固。看我有一天我先完整，啊，看恁建立袂好袂？安尼敢听有？我若四脚两直直吼，袂顶袂动，就是离开恁啊。袂来袂就袂顶袂动啊，吼。啊，看这段中间，这处的生命会成灭的中间，看大家会当稳定菩提心的未？这是我的心理健全的心理。啊，那听一听都无贵啊，健全，安尼我阿西都先讲。哈、哦，啊，恁应该袂花失望，听无？因为菩提心你若无健全，来时伊都迷迷糊糊，也搁在出差出真大。啊，好加在，我那有一个弥勒佛，伊能够去了呢，安尼特别出差出来，一定护量我上。但是你今生一定要护量功，蹲准土准地这发心来得了，哈、哦。所以进来得较简单讲安尼，那是失去都未使叫做菩萨。所以我即马家己思考，你今仔日若是学法的中间哦，无要认真哦，可能容易失去菩萨心，因为你建立未顺数，法义强，法义强建立未解顺。哦、所以菩萨会当商量菩提道，阿弥陀佛啊！我今仔绝对袂使离开菩萨心，袂使离开菩提道，
袂使无去注重将来变哪救度众生，吼、哦，这一定要不时安尼念念不忘，安怎吼？所以这个就超过世间的五欲，啊，人天果报，啊，甲声闻的助力，吼、哦，因为声闻是染凡染凡这个世间的这个问题吼、哦，真烦扰，啊，真杂乱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。这个叫做因为伊自从这物件拢当作魔术，就讲超过世间的五欲，啊，当这五欲就是对了嘛。搁再超过人天的果报，果人天果报那是好，嘛是搁对了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声闻干那助力也无对啊，所以我们讲声闻不是大丈夫。搁何里要去西方极乐国土嘛？不是什么大丈夫的修行。吼、哦，啊，你独善其身甲严格。诶，辟支分哦，我咧讲，这两种唔是大丈夫，应该大丈夫在菩萨道，为众生牺牲，为众生努力，吼、哦，无论老岁，无论死亡，拢总不要紧啊！呢，这才是大丈夫。我是我那认定就是安尼。啊，若讲偶尔会救起来，啊，惊艰苦搁救起来，这两种唔是正常的这个佛弟子的大丈夫弟子啊。哦、所以又说一遍，你如果要求一头的净土，我说那个人那个法师不是大丈夫，听好、啊、再来你要对人天好报也、啊、不是大丈夫，你在世间只要独善其身而自己求的解脱，有怎么不是大丈夫？这样这辅助不爱看到、啊、所以我们那个歌里面说不生安养啊啥啊不什么呀？不现哈，无现现安用，安用就极乐国土。安在无安用就极乐国土，叫做不现无现现安用。愿生生世世多加立功立德，啊立言，对哈，阿表示安尼。好啊，所以我希望注意哈，书安尼甲恁教育，歌安尼互恁分心，这个菩提心爱建立好正确起来，啊爱稳定。啊、哦，想迄条迄条个火腿种种农产嘛是有这个标识啊，敢有？其中有几句啊标识啊？啊、哦，所以恁应该在迄个歌词内底，当看出书的心是先怎怎。啊，地主爱含书共即款的志气嘛。啊，听无？啊，咱含佛陀嘛爱共种个志气啊。佛陀是大慈悲的菩提心，甲成就无上正等功。啊，所以伊认为讲有给法量菩萨道，吼、哦，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嘛，叫做佛祖。啊，所以咱嘛安尼叫做信会相传，还叫做信会相传，信会传落弟子，就是菩提道嘛，有无？信会相传哈。哦迄条是多一条啊，这个弥陀站吧，咁是弥陀站，弥陀站对了，啊，系啊，佛陀，哦，啊弥陀站改成有哪有一句啊？来注意哈，即马来哈，即马这个第二，无住众生心无跨界，那么这个就是清朝头前第。六十页哈，诶，第四，哈，第四就讲所作行事皆为众生，不求果报。哈，六十页第四条，这就含这类似。所以进来底个讲，这个菩萨以利益众生，就是慈悲心为根本。安怎哈？慈就是动乐。比就是不可，无论安怎牺牲，家己都要为度众生，迄个慈悲心显乎伊真清楚安尼。啊，所以内底呢，如果对众生，吼、哦、有亲畏心也无对，有芥蒂也无对，芥蒂像咧讲对这众生好啦，对这众生看得足气啦安尼。吼、哦，这就是亲畏心甲芥蒂心。但是这当然可能较无可能利益众生，因为众生吼、哦，我咧讲袂使甲有心袂使甲讲伤咸的话，
啊，那要食食甜的吼，要食定要食甜的，我跟你讲对终身也无好。有一句话讲，食甜的食伤济，唔生大咩？敢听无？啊，绝对袂使，不是要用迄个虚假话，要甲众生添利，安尼甲破他也袂使见。听无？拢袂使。啊，不过有时阵众生伊个袂堪即念，啊，不过唔对不该念，佫袂使。当然是以慈悲心为根本，但是对众生袂使无恨怒与恼心。不过是安尼啦，爱之深，责之切啦，啊，绝对袂使记恨。安怎吼？无记恨，但是无该念袂使者，吼、哦，啊嘛袂使讲安尼个，吼、哦，计较，计较就讲看伊无去，吼、哦，佮在即个当前袂当，那安尼话袂当利益众生安尼，吼、哦，但是所以伫大乘法中哦，贪欲的过失，啊佮算俗，啊佮算少啦，吼、哦，不过贪欲嘛袂使无限多啊。要讲少嘛，可大可少啦吼。但是呢，不妨修菩萨道，吼、哦。贪欲有哪个未去妨碍到修菩萨行啦？唔过加减下，我咧讲真正，未当讲无。但是这个亲信的过失较极重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含菩萨道是可能无可能并存。不过我注意讲一下吼，贪嗔痴恁也无彻底改革到完满。将来你无可能成佛，你家想甲顶格地啊，够迄个习气伫咧，教即个佛德完全较无。这里是达摩祖师有讲着，讲今仔日吼，成就三大阿僧祇劫，要断贪嗔痴吼，一定要断较真，较会当成佛人。知无？因为啊够足侪习气伫咧，你家看佛德嘛，灭地主啊，灭迄个啥？没迄个提婆达多，孔子嘛没地主啊。孔子地主，这前日办道讲过无？一个叫做张武，但是贫穷可得度过。孔武住在个条件，啊条件条件条件，甲无法度讲，朽木不可雕，粪土之穷不可无。讲草茶未雕刻起来，这个是给指责迄个张武。讲你这无法度，甲你讲到遐济遍，你就天然要度过。好，阿妈讲，迄个烂土要割别割袂掉。安尼，你甲讲讲者，确实是得真真正正是真歹的一个学生安尼。哦，啊，即假使讲今仔事安尼，甲恁讲，甲恁鼓励，啊，恁鼓励袂惊，要安怎讲？嘛是甲你讲一句讲，修不过掉。啊，我唔免甲你骂，我甲你讲，孔子讲安尼就好啊。哈、哦，孔子讲再有修不过掉。啊，这算不是叫影响力啊，这是一种研究的艺术啦。哈、哦，听无？啊，你讲真真正正不断的出差错，我就讲，哈、哦，世尊骂什么？骂提婆达多啊？安、啊、是对你实在是一种的大的讽刺啊！你唔在影听，别我唔知。敢听有？哈、哦，我都免讲我骂人，我就讲孔子骂在武功，修不可雕。奋斗之中不够，安尼就知讲啊，输赢是啊，得个美观啦。吼、哦，恁若较冷静的，就听有啦；，啊，若戆戆，那听无啦。听无？吼、哦，来记住咯。所以，亲人心过是是极重，因为菩萨都，这亲人甲菩萨都袂当并存，因为这个菩萨都爱有柔软心。好、哦，有柔软心，看到众生皆陷落，心会艰苦。哦、第三条这条范围是较宽，还讲了是较讲了是较矮安尼，伊讲各自地见，啊各自地见，那要甲讲用好的来甲讲哦，是叫做一定要了解佛法甲咱讲，而这个正知正见安尼，一定要安尼，那安尼来看，因为。佛陀教咱开始五日嘛，啊，开始五日就是要五入佛的地见安尼，这点是较重点。啊，不过个另外一点相对的吼，比如讲你今菩萨行菩萨道，安尼来甲讲哦，
这个模式的问题，你袂使唔知影只。像咱今日输今日滴佛法人，啊，若告诉无智慧，诶，人哦，错误也唔知影，啊，正教也无彻底了解，这叫做知见不足。比如今日是邪妄法，这个脑世间，吼，这是外道的外道，外道中的外道。我是咱教来外道，啊，教来外道，当然你有讲啊，这个法师敢会唔对？其实足侪法师真正错误百出，啊，这个今仔日告诉讲地主唔知影，唔知影，中间我爱甲恁讲个好，我咧讲，和迄个下低下贱的法师哦，听到嘛不要紧啦，啊，其实唔是叫人诽谤，吼，有时阵伫节目讲的话。是真真正正，有的是不断的、不断的错误，迄是知见不足；，啊，有的是偶然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要安怎？所以，这个外道的知见，咱有爱知。像迄个上帝创造人类这款呢，这款实在是瞎知瞎见，吼、哦，啊，款自然的理也是有问题的。我讲自然的理怎样吼？譬如讲，老子讲道法自然，这句话那有瑕疵。这是《道德经》来对说的，起始是缘起，因缘所生法。好、哦，这是佛陀跟我们讲的啊。其实是因缘所生法。我即马看，这个就一个问题哈、哦，人但无做主讲安尼哦，说世间法者凡夫。说出世法者圣人，所以前日讲，跟恁讲过，有吼，这点恁爱注意这点。为规世人拢讲世间法，用迄个凡夫。啊，你今日就要讲出世间，上加无你爱捌自性的你，吼、哦、啊，重要是爱度脱众生，出离，出离从这心境出离，唔是讲出离这骨头里。我讲听好无？是心境出离哦。啊，你所以这个菩提心起起来，这个吼，和你要讲道众生，不是讲我咱得来净土，净土无你的份。我跟你讲真啊，净土人遐有，比如讲西方极乐国土人阿弥陀佛，各观世音菩萨、各大势至菩萨的家，迄、那个所在拢圣人，迄、那个所在唔免咱去遐家，所以迄个所在唔免行六波罗蜜。需要行六波罗蜜的，就是伫这个国土里；需要救度众生，就是这个国土。不是讲咱来他方的净土，要啊救度众生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迄款的人是知见不足，啊，知见不足，即嘛因我嘛会使甲讲，迄款就无大丈夫的意志，无大丈夫的气魄，哈、哦。我哪敢讲因安尼啦？无大丈夫的区别，既然你若是有大丈夫的区别，这个苦难的众生，你当这个所在下面动数，数量来对叫做动数，安尼敢听有？爱当这个所在下面打成一片，安尼较对，所以这个知见不足，哈、哦，啊，当这个问题哈，知见当然外道种种的邪论，这是对。邪妄论啦，吼！不过呢，教来的法师嘛，作些邪论，都凭你个人想的，啊，都讲出来。哦，啊，所以叫做啥呢？叫做信靠开合，啊，弥勒尊老，哈、啊。